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曲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带来竟然又是魔法师异闻录啊。那阿曲看到完结之后，看到有一个观众叫做林恒，对不对？是你告诉阿曲说，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去读一下小黑的史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这件事吧。我没有发现原来有这样的那个小设定，我觉得这样还蛮有趣的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几天啦？刚才看好像是第一天吗？不晓得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回家。这是第二天，我们去过商店街了。第二天的时候，我们想说我试过跟老板讲话，就是看能不能再要一点药水之类的，没有。然后的确旁边那两间房子是装饰品没有错，还是其实在某一天是可以进去了，好吧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进去。嘟嘟嘟嘟嘟嘟，阿曲好像完全不对拍，没关系。然后镇上第三天呢，老板总该要进一点药水，有欢迎要回复药水吗？对，麻烦了，来给你。哎，好像消耗的量不少啊，这次的委托有那么棘手吗？偶然而已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啊，抱歉，进的货还没到，再等等吧。我拿完了，你这样讲话太官腔了啦。好，原来第三天的时候有点可以闲话家常的感觉啊。拿了好多呢。我猜应该是两天一个段落啦，就是可以拿到东西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还是拿不到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是都试试看。最后了嘛，小补充，阿曲把这个 Albuso 玩完，再应该不太会开把这游戏开起来了，就是最后的最后哦。然后没有。看来偶数不是被作者那么喜欢，是不是？要到金数天的时候才会有触发事件之类的。哦，拿了好多呢。第五天，阿曲最喜欢的数字，他应该知道为什么吧？好，不知道的就不知道吧。有欢迎回复药水吗？对，麻烦了，来给你。对了，你这张脸好像风评不太好，大家都说这个根本不适合你，换个怎么样？受教了。对了，你的脸，下次我进货的时候帮你采购下吧，保准给你密上个上等货。容我三思。啊，为什么只有回复药水这么紧缺啊？肯定是有人买断了。说起来，最近好像有只猫在附近游荡，看着不是我们这边的，你去想想办法吧。啊，好想去旅游啊！啊，なるほどな，原来小黑的情报根本就是老板透露给我的嘛。哦，还蛮有趣的哎，阿曲喜欢这种平常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休息完到第二天就该回复了，对不对？哦哼，直接跳入剧情吗？今日便是委托之期，灵异汇报了。哦，对，他会直接跳到结局。好啦，那在这边就是小小的补充，然后哦，所以其实我们魔法师的这个脸也不是他的脸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应该已经是没有脸的状态了，
然后戴着有点像是面具的东西。不过这个东西，魔法师大人，你的品味真的很不佳哎！大家说你的风评不好，阿奇也是这么觉得的，加一票。好啦，那这个系列就真的在这里正式的结束咯，希望这小小的补充大家会喜欢。那一样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可以订阅我或者是点个喜欢。我们其他系列再见咯， See you， 拜拜。